清楚啊、哦，针对国民党党团所提复议案，可否照案通过？好，好，如果有异议，我们就要进行表决啊、哦，就要进行表决。现在请按铃七分钟，七分钟后进行表决。人数不足无法表决时，啊，我们就会宣告定期处理。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按铃。来，我们按铃的同时啊、哦，我们请议事人员分发表决卡。好，表决时间到，时间到。那么，我们宣告表决结果：出席92人，赞成24人，反对68人。反对者多数。我们做以下决议。国民党党团所提复议案不通过，本案报告事项照第一会期第七次会议原作决定处理。好，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二案。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第一会期第七次会议报告事项第九案及第十案之决定提出复议案，本案经第一会期第八次会议决议令定期处理，现在进行处理，请议事人员宣读案由。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一会及第七次会议议程报告事项第九案委员郭立雄等18人拟具调度司法警察条例修正草案及第十案委员郭立雄等19人拟具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之院会决定，依立法院议事规则第42条规定提出复议，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好，报告院会。我们在此做宣告，针对本案国民党党团所提复议案，可否照案通过？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
依本院议事规则第53条、第35条，提案要求本案记名表决。现在，我们就请各位委员开始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所提复议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时间到，现在我们向院会报告表决的结果：出席92人，赞成24人，反对68人。所以赞成者少数。我们做以下宣告：本案决议。国民党党团所提复议案不通过，本案报告事项各案均照第一会期第七次会议原作决定处理。谢谢各位。那么我们现在进入讨论事项第三案，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含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今天审议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补送列入审查总报告部分，请宣读财政委员会会诊报告，请宣读。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105年度非营业基金预算审查报告，请李宝。听清楚啊、哦。针对国民党党团所提复议案，可否照案通过？好，好。如有异议，我们就要进行表决啊，就要进行表决。现在请按铃七分钟，七分钟后进行表决。人数不足无法表决时，我们就会宣告定期处理。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按铃。来，我们按铃的同时啊，我们请议事人员分发表决卡。